会查我违规，我哪里违规？国际馆是啊，你有没有打方向灯啊？男子疑似骑机车违规，被远警拦下，他否认违规，对于警察无法从机车车牌查出自己的身份很质疑。里面没有你的身份证，老板，这个没有我的身份证。对，没错。怎么叫没有我的身份证？这个车牌没有我的身份证。查出来是有资料，但是就是你的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刚刚说没有？为什么刚刚说没有？这是影像长没有身份。他不停质问，甚至指控远景违规。啊，你刚刚为什么被红灯右转？我在追查你违规，我在这里就是红绿灯。啊，你怎么没有鸣笛？你刚当下没有鸣笛啊？你可以当下鸣笛，我停啊！我看到你红灯右转嘛，那警察就可以红灯右转吗？骑士否认违规，远景拿出了密录器所拍下的影片。变换车道位，打方向灯。其实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，加上私自改装排气管，可处900到1800元罚金。警方当场开单告发，请当事人出示证件。那当事人是质疑警方取缔过程有瑕疵，那经过本所同仁委婉向当事人告知后，那他才出示证件。那同仁也当场依规定自单告发。那警方呼吁哈，请勿任意改装未符合环保法规之排气管，以为环境安宁。警方强调，取缔违规容易引发民众情绪反弹，将进一步请教，要求远警注意态度与良好沟通。TVBS 新闻纪建亨加以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